达什么？新博云，你在擦地板吗？你在擦地板吗？新博云，帮我们家擦地板哦，谢谢你。哎，会眨眼睛哦。麦当劳。谁要饭？哦，我要饭。啊？我要饭。好，聊，跟你聊聊。它不动了，坏掉了，没有再动了。哦，怎么不动了？没有动了。哎，不是这样子玩。坐好，坐好。它现在就是概念，绿野道的概念，它是从台中是北上来，它也是空岛，整个就会。看到他最好的朋友叫 Vivi， Vivi 是哪一只？这一只。真的吗？你们都知道。看，你们就是不戴安全帽才会受伤的。吃水果，小朋友吃水果。哇，结束吧，所以下次就要戴安全帽。还有我们的咖啡嘞。还有纸。我们要去买吗？新博园这里好玩吗？你们要出去玩？我想出去玩。出去玩什么？你出去又不会管，会管吗？我看这是他的小内裤。去游泳也不要去游泳啦。你会不会游泳？金明婷，你会不会游泳？去游泳也不要穿好穿鞋。游泳就是海边啊，就是我们的。大象妈妈的脚破掉了。他会把他拉下来。对啊，婷婷，这里是他要上去坐了，等下会被他拉下来。其实他只剩下这个。他要睡觉了，医生已经说过了，你再下去就会死了。金博成，干嘛过来？这里超多防护罩，你一定要防护罩走了。不能推他，不能推他。你一定要防护罩。